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今天我将介绍一款 BenQ 高阶的教育大型触控显示器 RP 系列。RP 系列拥有直觉的使用者操作界面与专门为教室量身打造的功能，同时也提供一个健康可一同协作的学习环境。RP 一共有65、75和86三种尺寸，以符合各种类型的教室。RP 拥有 4K 栩栩如生的超高解析度，较一般 Full HD 的显示器高出4倍的细节，赋予了生动的图片品质，为老师和学生们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多亏有零贴合技术，让触控点和显示面板的空隙得以最小化，无论使用手指、钢笔甚至画笔，都可以有自然且精确的书写体验。RP 支援多种输入讯号源，如 HDMI、VGA、USB Type-C 和无线投影，同时也支援 OPS。显示器的前面有多个端口，老师可以轻松地透过这些端口来显示上课的内容。RP 也同时拥有8个麦克风阵列，2个16瓦的喇叭和1个15瓦的重低音喇叭。RP 提供了多种功能，以增加课程互动和提高学生参与度，同时也易于老师和 IT 人员使用与管理。老师和学生可以使用 EasyRide 这些方便的功能进行主动学习。RP 还具有 InstaShare 无线投屏，学生可以将个人设备的画面投射到荧幕上，与全班分享他的想法。RP 具备 AMS 个人账户管理系统，可以让老师个人化触控显示器，并存取他们的云端空间。个人化的工作站可跟随老师到每一间教室。为了保护学生的健康， RP 具备许多内建功能，如抗菌荧幕、护眼技术和改良的空气品质感测器。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有 XI Broadcast 智慧广播系统，可将通知、提醒和警报推送到所有的显示器。最后， IT 人员可使用 BenQ 的 DMS 设备管理解决方案来远程管理所有的设备。以上所有 RP 系列的功能让课堂解决方案更加完整，它不仅方便使用且易于管理，还能让老师建立一个生动且健康的学习环境。RP 内建 BenQ EasyRide 云端白板软体，它除了复刻传统白板的外观，还具备为主动学习量身定制的功能。你只需拿起手写笔或用自己的手指在白板上写字，然后用手掌擦除即可。老师能够方便地从显示器的内存空间、USB 随身碟或云端空间汇入图片和文件到白板上。透过浮动工具列，您可以从其他 App、网站和影片将荧幕画面截取下来，并将其汇入到白板上，然后全班同学可以进一步讨论内容，并在上面做注记。课堂中的学生只需要扫描在触控显示器上的 QR Code 即可加入白板。老师们可以选择广播模式来分享白板，或开启共创模式，让学生添加内容到白板上。而在家的学生们可以透过输入在 EasyRide 网页上的房间代码来加入白板。EasyRide 提供许多提高学生对课程参与度的工具，如 TeamPost，可让学生主持学生们之间的竞赛，另外还提供其他小工具让教学更加方便。随着白板逐渐被填满，您可以轻易地添加新页面以继续您的课程，而不必清除白板破坏课程。您甚至可以更改背景和页面顺序。为了延续课程学习，老师可以绘出白板的内容或录制成课程影片，并分享给全班同学，让学生们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观看。因为学生们不需要再做笔记，所以他们可以更专注在课程中的讨论。如您所见， EasyRide 不仅仅是白板，它可以让您制定您的课程，
存取您的云端空间，汇入教材，并为学生提供更加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InstaShare 是一个无线投屏软体，它能让老师和学生将自己的个人设备的画面直接投射到 RP 的萤幕上，学生无需外接任何装置，即可投射笔电、平板或智慧型手机的画面。透过双向触控，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设备或直接在触控显示器上控制萤幕画面。分割画面功能一次能让1-4位学生同时投射他们的萤幕画面到触控显示器上。这项功能可以让老师很轻易地与学生们讨论功课和想法。借由 InstaShare， 老师与学生们只需在其个人设备上轻按一键，即可无线投屏到 RP 上做简报，享受轻易地萤幕共享和完整的音频与视频的镜像。BenQ 触控显示器内建 AMS 账户管理系统，其线上平台能让老师个人化他们的账户，并存取个人档案。透过 AMS， 老师们可以走进任何教室，并使用 NFC 卡或凭证登录到任何一台触控显示器，然后轻松地开始上课。而个人化的设定会被自动汇入，如应用程式捷径和背景图片，节省额外的设定时间。借由连接个人的云端空间到个人的 AMS 账户，老师们可以安全地存取 Google Drive、Dropbox 或 OneDrive， 让他们能在云端空间上开启与储存档案。老师们还可以使用 NFC 卡登入 AMS，存取他们的云端空间，并将其个人化的账户带到不同教室，让教学变得更加容易。健康对教育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 RP 提倡健康教学环境的功能的原因。 RP 系列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显示器采用多层无毒持久的纳米银离子抗菌涂层，该涂层可杀死大多数接触的细菌，以防止在教室内交叉感染。此外，这些抗菌涂层在长时间使用或是清水清洁后仍然有效。 RP 提供了多种护眼技术，如低蓝光、不闪屏和防眩光技术，并具备 4K 超高解析度和广角显示，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够轻松上课。最后， RP 系列内建了空气品质感测器，可以检测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 PM2.5， 以帮助建立一个健康的教室。如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会对注意力、反应力和认知思考产生负面影响，对此老师们可以相应地调整教室环境。感谢其抗菌萤幕、智慧护眼技术和空气品质感测器， RP 完美融合了主动与健康的学习。 XSign Broadcast 是一个智慧广播系统，能让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在 BenQ 的显示器上推播讯息。它提供多种讯息推播的格式，如警报、提醒、文字、图片、 Office、 Google Drive 文件，甚至 YouTube 影片等格式。透过连接到云端，管理者可以推播讯息到单间教室、多间教室或整间学校。 XSign Broadcast 还能让管理者授权给特定人员在特定机台上推播讯息。透过添加视觉化的元素到广播内容中， XSign Broadcast补足了传统的扩音系统只有声音的不足。 DMS 设备管理解决方案是一个软体平台，能让 IT 管理者在这个平台远端管理多个显示器。您可以轻易地对特定的显示器或整个群组的显示器安装、更新和移除应用程序。DMS 还支援远端更新，让您的设备可以轻易地获得最新的功能和安全更新。为了节省能源，
您甚至可以透过 DMS 远端控制和安排开机和关机的时间。此外 DMS 还提供详细的数据分析，如活动的时间和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以便更深入了解每个设备的使用情况。 DMS 让我们轻松的远端更新应用程序、韧体和管理所有 BenQ 的显示器，不但减轻 IT 人员的负担，进而提升老师的教学体验。 RP 系列不仅只是一个电子白板，还拥有替老师和学生设计的所有协作功能，以及易于健康、方便管理等好处。它是一个为主动学习、便利与有效率的进行课堂分享而设计的完美教学工具。以上，谢谢您的观看。如果您想要知道更多，您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网站 www.benq.com。拜拜。